那么，首先我就用这个电子平台将同学们带回母校喽。好，终于到了怀哲堂。同学们还记得当时候每开周会唱校歌时呢，都是由陆如中老师领唱，就是先给我们一个音。那么今天这个责任呢，我就会交给我们的黄仁佳同学，还有6位同学们呢会领唱。那么在唱校歌时呢，我就呼吁所有的同学们呢，大声的参与。那么领唱的同学呢有庄光昼、许传祥、郭嘉元、林荣和林金祥以及许书杰同学。自虔诚，无爱无走。